Hello， 大家好，你是谁？我是思思。他是吃东西的阿思思，我是思思爸爸。大家好，你是2岁6个月爱吃的徐彦诗小朋友。我们今天要介绍蛋黄哥杯原子。今天蛋黄哥杯原子，打开，噔噔。杯原子是非常疗愈的日系小物。噔噔，蛋黄哥，亮。哦，可乐，它是干的。那个黑原子蛋黄哥，6个全出动。我们有慵懒的蛋黄哥，还是要来看蛋黄哥。然后这个是破蛋而出的蛋黄哥，有勇气的蛋黄哥。这个是无奈，我每天都被煎熟的蛋黄哥煎成荷包蛋了。这个是抓住蛋清的蛋黄哥。这个是啊，快要抓不住蛋清的蛋黄哥，因为老皮啊。这个是独自一人都在河堤边的蛋黄哥，他是长这样子，但是因为弧度的关系，所以我只能这样。蛋黄哥杯原子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看你是喜欢这个，还是忧郁的看大海，还是紧急救援，还是荷包蛋，还是慵懒的躺着呢？6款蛋黄哥杯原子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们的阿思思已经跟他玩得不亦乐乎了。你看，阿思思，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？拜拜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们的朋友们，记得要看我们更多影片的话，在这边有订阅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是我推荐你的下一部影片哦。然后看手机的朋友的话呢，在下方帮我做个订阅哦，有个订阅的按钮。谢谢大家啦，拜拜。